好了，我买到了一个大概半个小时后那怀化汽车站到高铁站就这么近，但是有点下雨，可能有一两百米。然后我买了12:10的，我现在到这是11:30，我走过来我估计也要不了10分钟，所以还要原地再等一等，差不多吧。我走进站进去，12:00我肯定能进到站里头的，10几分钟应该就进去了，可能11:50我就已经在这等着，还早到了，早到了10几20分钟，只不过一般检票也提前10几分钟，你进去以后等5分钟就能进站了。不是进站，就是检票。还行吧，高铁站嘛，都修的差不多，小地方也修的有点规模，大地方的话就很大了。小地方的这个站很小，走路就很快。如果是长沙呀、广州什么的，都好几层，你进站的时间长的，你还得要走个200-300米的嘛。你这种小地方就一个厅，就那么大点地儿，走过去可能连50米都没有，20米就走进去了，那就很快。进站口在这里。拿出身份证，可以去带你去。海花拦着欢迎我。我是一个走累哟。哇塞，我戴着帽子都人脸识别通过了。现在人脸识别牛啊。那边那个不能走吗？就只有这个机子能走吗？还有挑扁担的人呢，把帽子取一下。不好意思。还不吃了嘞。